要开始了，还不赶快回来！哎，哎呀，哈，怎么的？又是礼拜三了，是。哎，咱们那个又要来讲一下，聊一下游戏相关的新闻呢。可以啦，阿弟，我今天先讲一下，我今天眼睛很肿。为什么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又要结膜炎了。是不是得过一次结膜炎就一直得结膜炎？应该只是手不干净揉到眼睛吧。而且你知道我是做梦，梦到我在拿一个那个单筒望远镜这样。在看海岸线，这样在海上，所以你实际上是这样，所以我贴很紧。没有，我可能对我可能躺在床上的狂走，但我在海里，我在梦里是这样。没有，我觉得是你的眼睛已经不舒服了，然后呢有一点感觉了，所以做梦才会梦到那个。可是我梦到我是很帅，我是一个强尼戴普哎。我是一个苏志祥尼戴普哎，那个是脑内补完的部分，跟你的眼睛痛是没有关系的。我在那边很帅，你帅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肿起来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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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肿起来带超肿的，噔噔噔噔，超肿的，而且我好怕我又得结膜炎，上次得的真吓到了。蛮容易的吧？多点眼药水。对啊，可是我以前从来没得过，我也没得过。干嘛？我操！是这样传染的，是不是？好像是吧。就是我结膜炎，我这样摸一下，摸你就结膜炎。屁啦！就我平常结膜炎，我这样碰一下眼白，然后我这样碰一下你眼白，你就结膜炎了。哦，好像是，好像可以。对啊，眼白碰眼白。对啊，眼白对撞。日本流氓怎样？眼白就粘在一起。可怜，两个人这样结膜炎。好，你有得过吗？没印象，可是就是你知道，体弱多病。我得过一次，我记得一次。可是就得过就一直得，不是吗？没有啊，我就那一次而已。你只要保护好眼睛，通常不会去得的。哦，我结膜炎，你睡觉的时候会自己揉眼睛？我有时候会，而且会暴揉。对啊，就有暴揉啦。可是就是无意识的啊。对啊，所以就有可能。母意识这样子。母意识啊。母意识嘞。睡觉的狂揉这样。所以要当兰州拉面面团是吗？兰州拉面有在揉面团吗？有吧，把眼睛的兰州是工厂弄的吗？超过的，还是要揉？看不起人家是？工厂机器弄一弄就好了。没有嘛，兰州拉面是手揉吧？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欧罗牙手揉。我记得他们是手揉。你真的好老，什么好老啊？这个跟老有什么关系啊？欧罗牙手揉，他手揉，你都讲得出来？结束吗？还好吧。还好吧，好了，讲到节目也就要来讨论一下《黑破坏神四》。为什么？眼睛都要瞎了。好了，《黑破坏神四》有那个最新的进度报告。哎，好久，大概2020。在三代的时候啊，那个是使用那个就是 UI 啊，然后有那个角色的名称，就是很正常的那个怎么讲，就是 ARPG 的 UI 嘛。他说四代呢，打算混合自动生成与手动编排的镜头来处理。跟 NPC 简易的对话桥段，听不太懂。它有图片啦，是不是？就对话的时候会拉近嘛？啊，就这样啊，差在哪里？比较近一点，比较近啊，对。就是讲话的时候差太硬啊。以前对啦，啊、以前讲话的时候，它就是有那个头像跟对话框而已，它的镜头并不会变、啊、所以现在就是一讲话，那个镜头会有一种。对、啊，对嘛？没有啦，我觉得乌龟博有，就是本来是这样，我觉得是卡信本来是这样看两个人讲话，一讲话变成这样，对，是这样子嘛？这样就多没有，现在看到只有图片啊，所以说不定之后就是啊，他主要是拉超远，他讲话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在那个山上讲话，然后镜头会这样一直转，一直转，对对对对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还是这样讲话，然后镜头会这样一直转。镜头这样，还是他会突然变成一个漩涡状，然后两边会跳开来开始准备战斗。还是他突然变漩涡状，然后里面、就是、漩涡状，为什么不把我放大去啊？给哭，哇哦，我跟来度 for you， I can't carry anymore， 不是这样啦，好像没有很屌吧。反正就我觉得没有什么，我也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。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，这谁会发现呢、啊？我不知道，没有啦。我觉得他一定是会，比因为以往的
暗黑都是，比如说暗黑二、暗黑三都是讲话的时候一个会有对话，会有对话框这样子，但是那个 camera 都是没变的，嗯哼，所以他可能之后会讲话会这样子，咻，这样子，然后拉超远，拉破土，不是啊，可是这样的话就跟现在手游都没有差别，是这样吗？是有多屌？我随便开一个手游，他们那个。什么快去跟什么苏志祥对话？对，按了之后他跑过去，一跑过去的时候，他们还不是会换镜头？对呀，这样吗？然后一直按加速、加速、加速，他就会，很神奇的，生个屁气啊！谁知道剧情是怎样？我们现在玩坏了，我现在玩的时候还可以直接跳过，人一开讲话直接按跳过就结束。而且大家玩这个。ARPG 根本不 care 好不好？我操他妈狂刷！我说你想要现在根本就不管人家讲什么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他给我什么宝都不知道。对啊，我现在还不是都，我不是回去玩 D2 吗？嗯、想说回去缅怀一下。哦、啊，我拜托那 NPC 讲话没有让他们跑超过一行的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你框框一出来，一点 ratings 赶快按掉这样子，赶快啪啪按到了，按掉。对啊，我觉得不是专，这个不是 ARP 就是重点啊，我觉得。对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我觉得你怎么讲啊？我觉得你真的要呈现故事或世界观的话，会研究的人会去研究这样。对啊。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玩要玩 Diablo 这个 IP 的人，都是想要下地城打疯狂刷怪。对啊。对，像以前 D1 一样进来，什么人也没招呼你，你也不知道干嘛，走一走，走到一个地穴里面就开始砍。一代不就这样吗？你根本也不知道他干嘛，你也不管你是谁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也 OK 啊。啊很多那种运镜什么的，我觉得你不如做 RPG, 其次。对啊，不如就是剧情的游戏，很剧情的游戏，不如出手游。嗯，会啊。不出啊，我在等你。真的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健身装，我让我手厨换套装。没有，我不是我，应该说好也是重点，但是我是觉得说，你与其给我们现在看这些资讯，你不如说有一些什么样酷酷的系统，对呀、啊，对啊，或者是刷装的系统这样。哎，他这就是他酷酷的系统，可是故事运镜我就觉得不是重点，他觉得很酷。Very cool, brother. 抱歉了，玩家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个 cool 镜头。Right. 好啦，不过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比较跟 gameplay 有关系的，就是它这一代主打的新特色是圣修亚瑞的开放世界。对，我们的 sanctuary, sanctuary, sanctuary。这个它像故事剧情和支线内容互相搭配啦，你可以先解支线，再解主线，也可以解完主线再回来破支线。如果你直冲主线的话，那你通关时间大概就只有一半。嗯，不过也还好了，也还好。那开放世界内容包括材料制作、事件、世界 PVP, 还有支线任务这样子。嗯，我看一下，但最受欢迎的就是充斥着敌人的营地，只要肃清区域内的威胁，就可以把营地转化为友方的哨站，然后就会有传点跟友方 NPC。玩家也可以细细探索每个营地的背景故事，所以是打据点的。他可能就是真的看我听不懂太懂，可能就是你的关卡就长那样嘛，然后路上会有一些据点，打下来就变你的。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刺客教条的 Far Cry 啊， Far Cry 是这样， Far Cry 三吧？哦，对对，打下来就变你的。对啊，刺客教条新的不是也这样吗？就可能这个主堡原本是什么实力，啊，你把它打下来会变成什么实力？哦，那个是没有，没有这个系统。有啊，刺客教条哪有这个系统？哪边有？刺客教条哎，对啊，后面也没有。他就是敌人里面一坨人啊，打死那个就进空没了，也不会我们的人进去。对啊，对哦，对，不会那就是比较像发快啊，比较像发快、啊。发快就是一群海盗的据点，你把它干了之后就变你的军方进去，然后就可以 fast travel 这样。对啊，然后那边就会有专属的一些素材会给你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在里面的人、人会去，就可能那个地方会产什么，就可以给你。对啊，对啊，然后可以快速旅行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材料不知道会给什么材料，我很好奇。可能就是以前的那种传送点变成这种东西，你要先打下来才会让你传送。哇，听起来超麻烦的，真的超麻烦的，不能再请可以有传送的法师快点带过去。对啊，不能再传送场就好了，烦死了。我还不知道哎，我在想，不知道，我现在。我觉得第三一开始还蛮好玩的，就
就前面的难度的时候还蛮好的，第一难度跟第二难度我就可以，对啊，我觉得刚刚好，后来就后我不知道在飙什么意思的，然后打不到什么好装这样，对啊，再后来就大改版之后才好玩一点，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不知道他们世代到底还会想什么，反正他就是有，因为有开放世界嘛，然后他说、会有世界 PVP 啊，或者是一些世界事件这样子。然后他说，这一代多人游戏不会想要做成像 MMO 啦，当然不会是 MMO， 它就是多人的 ARPG 嘛。嗯哼。他说，地层跟关键故事剧情会保持私人状态，嗯，然后不会看到自己和队友以外的玩家，就跟以前一样。而在社交中心的城镇，则可以遇到零星的路人，有图片。零星的路人到底是什么概念？有吗？零星的路人、啊、零星的这感觉像什么，在城镇可以看到零星的路人，但是出去就没有人，有一些手游是做这样没错、啊、哦，有啦、哦、就是这个啦，就是大谁是路人，大家终究真的大家都是路人、大家都是生命中的过客而已，所有的玩家其实都一直都在同一个伺服器，只是会就是互相遮来遮去，但有的时候会让你看到一两个人这样，你就可以互动、哦、好像有这样的游戏，我忘记是什么，对，我有印象有大厅哦，那个梦幻之星网路版吧，他这边说你干嘛放屁啊，屁就来了、啊、我觉得就是反正他出去可能就还是四个人六个人八个人之类的，就出去在那个地图打怪，对啊，可是那样，可是这个遇到零星的路人的用意是什么，那你可以增加一点互动吧，啊，我想到了啦，七蛋呐、啊，七蛋是不是这样？七蛋也会这样。哦，对啦，七蛋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他遇到路人吗？不是，七蛋他是那些其实是玩家，就是过客而已，你就会看到闲置状态的玩家，他可以自己设定，但他其实不会动，懂吗？我在想他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？有可能哦， oh. 就你走过去看他，哎、欸，我看朱志祥现在有在玩呢，然后走过去看他，只会跟你回应，就是朱志祥设定好的东西。对，就是其实我已经睡了八个小时。对，你一直站在那边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用意不知道是什么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个 POE 啦 ，POE 也是这样啊。陈真会看到一堆人在箱子那边还是怎么干嘛？可是你一出去就是你一个人了，累死、嗯。你一出去就是你一个人，就大厅 POE 啦 ，POE 啦 ，POE。结果还是学回去了，嗯，没关系嘛，啊也是啊，你抄我就抄你啊，了不起。对啊，反正抄抄抄起家的不高啊，越抄越强，越抄越大只，到时候就变成越抄越大只。Diablo， 有连名都我在里面了，连名都差。Diablo， 有点夸张。反正呢就是像这样子啦。然后他说，外出远行也只会偶尔碰到一两位玩家，但如果是世界事件正在发生，就会出现数量众多的玩家集结在一起。我觉得这个概念倒是蛮有趣的。裂痕，那个 MMO 啊，有个叫裂痕，嗯，平常也看不到什么人，但是世界那种就 MMO 嘛，世界事件出来之后，大家都聚在那边，聚在那边暴打，这样应该还蛮酷的。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转换的，是会有一个战场，像手游一样，就是像进副本这样子的，就是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以他们技术应该可以做到无接缝，我觉得是无接缝，但是不知道那些人怎么跑来的。就他们会从淡化突然到出现嘛，再跑过来，应该有问题吧？突然出现这样，很酷啊、还是一个野蛮人，还是要进来这样子，还就一堆船点这样出来这样，那也蛮帅的、啊。然后有点鹰眼这样飞进来，这样复仇者联盟这样船点船进来这样，有点像那个神族传送那种感觉，就进来。我觉得应该就是船点呐、啊。应该可能就变成是一匹马车杀过来，他们从车上跳下来，还蛮好笑的。这会打人啊！我觉得还蛮好笑的，好像不错。我不知道，因为那个应该很多吧？这样看起来，这种世界的副本应该是搞不好是全部。我会希望是跟类似跟天命一样，就比如说他在这个据点说，哎，这个事件怎么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几分几秒后。有那个大军或什么的，然后大家都是独立的嘛。可是如果在那个地方接了东西，接了那个任务的话，大家就会被就是等于说就自动换分流，但是是无接缝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然后最后就大家都会聚在同一个地方，这样，然后甚至是副本，有可能我不知道。如果是传点的话，就比较会是副本的啦，就是一个特殊传点，大家传进去了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想无法想象，就是暗黑边这样会怎样？这个。
地狱可能就会变不好玩吧。地狱，不要这么悲观，好爆、哦！地狱迪亚富罗富二，我觉得他们已经经过了第三前期那一段，就是不太好的、那個，做的蛮烂的，应该已经做的蛮烂的时候，应该已经学到一些那个了吧？不一定吧？不一定，难说。他们也是经历了第三的时候，直接在发表会上说我们要出手游。真的，可是我觉得出手游是一定要的、啊，是要赚钱嘛。但是他们把那个弄成就是四，然后又合在一起变成 N， 实在是太愚蠢。你说变成四，就是 IV 啊，然后后面又最后边跑出一根来把它粘在一起变成 N 这样。记得吗？那个是他们做的，那玩家做的吧？不是吗？那个应该是玩家最好是会做这种嘲讽的事情的、啊。一根过来变 N 也太奇怪了吧？那个是玩家还是官方的？玩家做的啦，那官方做的啦。可是看起来很好笑。没有，我说那是玩家做的，我想的。对啊，那是玩家。官方最好是出事的，然后连一根过来变 M P 呀，不是太嘲讽了吧？我一直以为是官方做的，怎么可能？太过分了啦！我想说就是这么过分，才没有才引起这么多反弹，夸张。我觉得 Blizzard 会做这种事情、哎，不会啦。Okay. 好，下一个是我们的电狱坦克。2017不只有游戏测试新预告片，还要推原创动画，太贪心了，太贪心了，还太玩币了。哎，部分媒体先进行游戏测试，有提到啊，有四处玩家创造角色的时候，可以从三大背景中选择三种不同的路线，组合出不同的人生故事。嗯、这次的试玩版选择三大背景：街头小子、流浪汉、公司员工。怎么听起来同一个属性，都蛮普通的。听起来同一个属性，我不一定选公司员工，我一定要成为属性最强车主。我要选流浪汉，我要成为丐帮帮主，打狗棒法。反正开发团队就是想说让这些选择变得有意义，然后玩家能选择 V 的出身，然后呢作为参与者去体验世界，然后体验到不同的序章。然后过程中 NPC 还会注意到玩家出身，还有依照不同出身而有不同的对话，希望将玩家原本可以选择的背景故事选项融入在游戏中，让主角的人物特色逐渐丰富。嗯、所以是，不知道，可是这三个职业也太恶搞了。他应该是只先试出了这三种吧，不可能是只有这三种。我觉得要一排。对啊，搞不好超多啊。对啊，搞不好后面街头小流浪汉、公司员工。刺青师傅、清扫阿姨、帮马换那个马蹄铁的师傅，太细了啦！超那个年代还有马，什么职业？三百八十男的马，那个鼻孔清洁师，帮那个贩卖机换饮料的师傅。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这游戏到底要干嘛哎、欸，它是 GTA 那样的吗？还是怎样的？不知道吧？现在应该还不知道。我觉得看不出来，主要可能像那个吧，《一城余生》吧。啊，所以比较开放式的，开放式的，而且很自由的，可以做你要做角色的，对啊，做角色的，对。然后应该也没有明确的。应该某有一个明确大主线，应该会有主线，但是你可以做你要干嘛啦这样子。对啊，有到底在干嘛、啊？我觉得不会是这样哎、欸，我觉得可能会像说、啊。那这样，哎，那要什么时候？要10月、11月、11月、啊、11月、10月16还是29忘了？干嘛？年底 R 干嘛 ？R 我不知道。街头小子、流浪汉、公司员工，很像一个，好像在网页上面玩那些网页游戏，对啊，搞笑的会有的职业，对啊。感觉蛮酷的。你要从这三个里面选一个，然后变成有钱人这样。好像是，好像有一些手游也是这样玩的。有一个消息是，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已经开始在各个国家准备那个分级审查。嗯。然后昨天好像有消息说，日本要把它和谐掉。哦，日本好像和谐的很严重，因为他们好像说断肢也不行。然后裸露也不行，对啊，日本是这样，日本好像断肢不行，日本什么都日本什么都不行吧？日本连逆向行驶都不行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他们赛车游戏不可以逆向，为什么？就是游戏不可以逆向，啊会怎么样吗？不知道，就是你所有游戏内容都不可以逆向，哦，很妙吧？他们所有街机都没有，几乎都没有逆向，哦是，或者是车道，也就是实际上你就顺着那一道可以开，其他地方都会挡住这样子。不让你做逆向跟车对撞的动作，会不会以后我记得好像是这样，会不会以后日本的游戏变成就是
不能出现那个假的蟹肉棒。可能这么香啊，不能出现这么香啊，不能出现台湾的那种酸酸过的蟹肉棒，然后把它放在寿司上面。不可以吃，你怎么觉得是违法的？这个是诈欺，没错，有道理，这个是诈欺。OK。然后他说，新的预告片有之前没看过的景象跟角色，另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新玩法，它叫做 Brain Dance。什么 ？Brain Dance， 脑跳舞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Brain Power， 什么 ？Camp Chule。Camp Chule 在玩。现在已经带了一个类似头盔的东西，然后要潜进去。哦、SAO 嘛，入侵脑细胞嘛。对啊。Link Stato 嘛。对啊。这个是 Kazuya 上线用女生骗人错设定的造型。对。卡兹亚沙体。他如果创一个女生的角色，他的名字就是 Lizzie。啊，是哦，跟那个后面一样。我会叫卡祖尔，卡祖尔，卡祖尔，卡祖迪，卡祖迪，卡祖迪，改叫恶女，恶后，恶哦，恶后。我觉得他说那个 brain dance， 他说可以进行故事剧情，使透过未来科技进入其他角色的记忆，自由的观察分析过去的事件，寻找线索或讯息。这个就是 Link Stato 啊，就是好像觉得 Link Stato 是自己的哦，没有对啊， Link Stato 是自己的自己的脑，然后开始进行，所以他是用自己的脑，他这个是入侵脑细胞，对，入侵脑细胞，看别人的啦，对，看别人的记忆，那自己的脑应该也连进去，对，因为你自己的脑要用啊，你要拿去看别人的，对啊，对，所以就是连接，就是 Link Stato 跟别人的灵窟了，跟别人的灵窟啊，是啊，然后呢，刚刚有说了嘛，他们会推出一部约十集的原创动画《Cyberpunk》，什么 Edge Runners， 超难念的，不是他把两个单字合在一起，不是吗？还是 Edge Runners， 还是 Edgar Runners？ 对，他没有空白。Edge Runners 是边缘跑者，边缘跑者是吗？有图片看一下。你这视觉图蛮好看的，很帅、啊，哎呦，啊哦、好像一个 V 的感觉。汤米2022，好远哦，天、欸，而且是板机色哎、欸，对啊 ，Trigger 哎、欸，是超屌的、欸，板机色是那个 Trigger， 那个做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 Kirula Q 吗？是板机色吗 ？Kirula Q， 对啊 ，Kirula Q 是板机色吗？是吗？忘记。应该总之可以，反正总之是猛的，是猛的。他说推出约十集的原创动画，好吧，反正他就是能吸引到更多人来玩游、来游玩电影。那是他2022才出，他该不会想要阴谋论一直把这个游戏延到2022才出吧？我觉得他们有可能就是一直放那个 DLC， 然后在影集出的时候放一个相关点的 DLC。提到他们那个，但是要一直出 DLC， 到底是怎么样的游戏可以一直出？我们想到就是追加任务、啊、GTA 嘛，对啊，追加任务，对不对？追加 GTA 单人跟线上，嗯，我比较期待他。对啊，我觉得他要是可以跟 GTA 一样，哎，主线很有趣，很有代入，就跟那个、啊、巫师一模一样。可巫师线上不好玩，他一直出 DLC。哦，你说线上对战，巫师呢？巫师有线上对战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吗？巫师只有昆特牌。对啊，那这个他是一定要出对战的吧？不，就线上的吧。可是我其实一直在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出、欸、我觉得他搞不好从头到尾就是个单人游戏。对啊，我觉得多人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他单人游戏。要说我觉得 Cyberpunk 很有可能从头到尾就是個單人遊戲。你觉得单人游戏出这么多职业是有意思的吗？我觉得是没意思。我觉得可是他主打的本来就是故事。的那个啊，你看他又有 Link Stato， 因为你终究是主角，对啊，他是你的出身不同，对啊，我猜他主打一定都是剧情啊，或是我想说可以有没有七八个公司员工一起玩，然后呢集体离职去没有是卖小吃卖到上新闻，可以连线开会啊，连线看客，那七八个的话不用来你就还要买 Cyberpunk， 不行哦，连线就出公差啊。不用，那现在疫情那么严重，现在就可以了，不用等到。大家说，哎，出去，那么公司要求四个员工一起去吃青，去看马蹄铁师傅，去剪鼻毛，去剪鼻毛。
哎呀，很无聊。然后下面一个，好吧，下面一个，哦、这个好笑的，这个酷哎、欸。下半年有要出很多游戏，是 Ubisoft 觉得不够，他要再出一款大逃杀。这个真的，我好像有看到画面哎、欸，屌了，有图片，这是被流出的，据说。这个我真的是充满着期待了，我还是好不好？老话一句 ，UB 我爸爸，但是我还是有点看好戏。哎，我们图片了，图片吗？这图吗？哦、oh, 好、我们今天的这个很赶哦。他说呢，这是 Ubisoft Montreal 工作室开发的大逃杀射击新作 Hyperscape。嗯，好像中文好像叫什么超能禁地，还是超能吃鸡？超，我忘记啊。超能特工。欸、超能特工队，超能英豪，超能特工队，神鬼超能，超能终结者，很赞呢。Hi Hyperspace， 他说游戏可以支援 PC 与家用主机跨平台连线。有了啊，是射击游戏啊，是啊，第一人称的大佬。哇哦！好像还不错、啊。Ubisoft 的 Montreal 就是 R 6跟 Assassin's Creed 的工作室做 Hyperscape， 而且是被流出哎、欸，完蛋了！而且好像这几天就要上 BRFPS， 不错，可以期待。不知道会怎样？嗯，这几天。而现在我觉得 BR 的射击游戏已经那样，就有点饱和。我觉得就饱了。要么就是多点变化，多点爽，大概大家小玩一下，就是原来是这样，但是最终还是会回去玩那一两款，就是主流的，对啊，会不会蛮硬的哈？佛奈，而且还真不知道为什么、欸、不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他已经他们没有棒到就是完全需要跳走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原本那边投资这么久玩这款，其实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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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而且我觉得玩吃鸡的 FPS 的人，很多人他们原本不是 FPS 玩家，是啊，嗯、所以他们没有什么比较的、哦，他们第一款一定觉得最好玩，是回忆一定最美，这样也是初恋应该是最美、哦。而且现在想想，吃鸡这件事情还真的是吃鸡这款游戏发明的，对啊，就 PUBG 啊，所以我觉得，就算我们玩 PUBG 觉得说吃鸡优化到底是怎么搞的，这个枪的手感在连上去是怎么搞的，还是会一直玩，还是很多人会一直玩。那国外现在大众终究 Fortnite 很难比。对啊， Fortnite 是 Fortnite 我觉得是干不掉的啦，我也觉得 Fortnite 是干不掉的，粘着度又高，他的那个游戏改版速度又快，游戏风格。但是 PUBG 跟那个 Fortnite 都是第三人称，嗯，对啊，但是第一人称已经有我们的 APEX 大哥的，对啊，其实也蛮对啊，蛮多玩家的。光 APEX 也是很难比，因为他现在玩那边的手感也不错，快又是那个 Titanfall 的团队手感不错，然后节奏又快，然后其实整体操作也简爽 ，UI 又明显这样子，对、啊，音效也不错、啊，很难比啊。所以你看其他的 Battle Royale 的这种 FPS， 我想不到了耶，但是一定有出啊。但是他们都没有，就那个嘛，那个 Call of Duty 那两款了、啊，黑色行动的跟 Call of Duty 是可以，其实还可以，就不错，但是也没有粘着度，就是没有，我觉得老外还是蛮多人玩的，而且它费用也比较高啊，跟其他的吃鸡比起来，是它吃鸡免费，游戏费啊，真的假的 ？Call of Duty 吃鸡是免费的，对对对，然后真的假的？你可以直接下载，然后我接入回去。重看的 Big Bang Theory 干什么？啊，我不知道免费，我以为他就是。就是 COD 跟 Apex 啊，我觉得已经赞助蛮，就是科幻射击，可是还是有差，因为 COD 要吃的资源比较多，而且打案不知道打什么意思。其实 Apex 也很吃，是哦。那 Apex 我每次工商都编码过载，我都没有、欸、我都蛮不知道为什么，是的，奇怪，可能换个显卡，不知道。可是编码过载是 CPU 的问题哦。好吧，反正呢，它是这个 Hyperspace Escape， 它都是可以支援 PC 家用跨平台嘛。而且有可能是免费的方式让玩家游玩。目前找到官网是说明天就会有最新消息宣布了、嗯。哦，因为他们我记得他们有说了，就是这个东西比较惨的，就是被曝光了。既然曝光了，干脆就直接让火力垮，给它撒出来，让火力啊！再跟你讲，甩我的 Hyperscape， 你的 Hyperscape。
好，下一个华纳互动娱乐旗下著名 IP 重要推出新作了吗？2018的时候啊，网络上面有传说，一款跟哈利波特相关的游戏影片，但之后就无消无息。然后近期外媒就表示说，会有一款哈利波特游戏会登上新一代的主机平台，就是那个 PlayStation 5跟 Xbox Series X 嘛。嗯，那可能会在明年上市，然后大家可以期待八月有一个 DC Fandom 的活动，就是我们的 DC 宇宙相关的这个活动。嗯，然后会介绍到新的哈利波特游戏跟蝙蝠侠游戏，因为它是在华纳旗下的嘛，所以他们可能会选在那个地方去公开。嗯，那目前有些人整理网络资料啊，这款哈利波特可能是开放世界，可以制定外观跟血统。我们在初期的时候选择会影响分类帽的判断，每个学院有不同的故事线，但不会因为念史莱哲林就变成坏人，听说都只能当好人。不是啊，那些学校还是学校，就是对啊，对，只是里面出了一个坏人，那不一定是对啊。我觉得我，那大家不能有偏见，好吗？这个是我觉得，这个是我觉得哈利波特电影最让我不爽的其中一个点，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们太把史莱哲林塑造成坏人学院，对啊，是啊，就小朋友都骂人家说，啊，你读史莱哲林呢，啊，就变成那些小朋友。年纪小一点小朋友都觉得史莱哲林都是坏人，然后年纪再稍微大一点中一点就觉得我一定是史莱哲林的，对，真的，对对对，就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国中生什么的，这样玩那种分类帽，你是哪一个学院？这样分享到 Facebook， 干，我竟然是葛莱芬多，无聊，那，人家人中二，拿个冰娃这样，只有史莱哲林懂我，下面打。怕多余，才没有那种人嘞，白痴！我觉得有，同时，同时又太善良了，又说太中二了，哪有这种人啦，啊？反正就是这样啦，就是可以期待一下。我觉得粉丝也是很多，啊，听起来蛮酷的啦。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啊。如果可以，就是说，刚讲到这种连线，然后分丝里，我就觉得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啊，可以对战，内对战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去脱光光。对，我还不选那个。那个怎么没有人记得那个学院叫什么？赫夫帕夫，哈佛帕夫，我还不选他。什么泡芙？赫宝福出了又赫宝帕夫。哎，欸啊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？雷文克劳，雷文克劳，完全没听过。雷文克劳是我唯一记得的，因为他就是雷文克劳的英文很帅啊，因为他就是渡鸦的爪子啊。哦。然后其他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，我只记得赫夫帕夫。Gryffindor 就是我不知道，我Dor就是那种地方的地名啊。我乍听是一个灰色的门，可是我刚刚连葛莱芬多都想不起来。哈佛帕夫，所以他是哈佛帕夫，听起来像卖甜点。对啊，什么泡芙啊？一半泡芙。益美，今晚我想来点益美哈佛帕夫，超神的赫夫泡芙。对啊，下一个不要管泡芙了。血咒之城暗夜仪式，所以啊，续篇今日要上市了。哇塞，哎呦，好赞哦！阿航八壁子，我们的 Blast Dan 啊 ，Curse of the Moon， 它是 Curse of the Moon 要出二，对，它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什么仪式的，这超好玩的，这个人家都说超好玩的，我超好玩的。我那个时候想说试玩一下，然后就是有机会在那个，因为他是先出这个，才出那个正式的。哎，我想说先玩一下，然后再玩正式的，自己试下就破关了。是哦，打到破关了。它是一关一关的，就跟最早以前的恶魔城一样。哦，所以你就会想说，哎，那就再打一下下一关。这也太帅了吧！好赞哦，很爽哎，真的。它有那个。他是这个，就是他的系列制作五十三孝士先生嘛，他推出这个暗夜仪式，其实他要推这个暗夜仪式世界观的《芭比横向卷轴动作续作：血之诅咒二》。月之诅咒二啊，月之诅咒二。那玩家中就是你可以操作东洋退模式斩月，斩月，然后还有那个复活法术的驱魔人多米尼克。然后还有火枪远距离攻击的退役士兵罗伯特，还有重装魔导机甲小巴，哇，好屌哦！有四个角色有重装魔导机甲，重装魔导机甲那是什么回事啊？重装魔导机甲就开一台美塔鲁基亚，那根本不是魔导，那就是科技好吗？美塔鲁基亚，美塔鲁基亚。魔导装甲还可以的，还可以。可能就是他用的不是电嘛，他是用魔力。他想要放进去的东西，通通都放进去了。对啦，可能是我也放，应该就是刚刚那张图那个吧。机器人，对啊，机器人的套，好帅啊！我好喜欢这种游戏哦，真的很赞哎。买了啦，那个啦，
那个月之诅咒之前特价才那100块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是、哦、对啊，对啊，哇，我没买到，我也没买到，不过现在应该也是吧，因为现在下特啊，我对、啊，而且他出新作品，旧作就给你特价，哎、对，搞不好包起来一起买，对啊，我觉得那个暗夜仪式很好玩，好，我还蛮喜欢的，虽然我觉得节奏可以再快一点点，哎，就是动作流畅度可以再快一点点，哦，但是可能要重现那个年代的感觉。对他慢了一点点，没有，我是说那个暗夜仪式，就是正式的那一个，就是有那个碎玻璃身体那个女生了、哦。对对对对，我觉得他慢了一点点，有一点最早前恶魔城当然很慢，哦、但是我觉得像到后面，比如说那种 GBA 的那种什么什么曲的，然后 PS 的那种月下那种什么曲的，那个时候的那个流畅度，我觉得就很好。哦，我觉得您觉得做得不错了，你觉得可以再更快？我觉得可以再更快。但是啊，其实也不错啦，是可以理解。我回看一下有没有特价买一买啊，还蛮好玩的，因为它可以刷刷刷啦。对啊，刷刷刷，练很爽哎，而且练到全满能力又很好，而且捏它超多，我觉得超好笑。对，我觉得还蛮有趣。好，上周啊有介绍这个宝可梦游戏嘛，因为他们刚好出那个叫什么？他们的那个刷牙的那个、啊，对啊，刷牙的。然后因为我有攒那个咖啡厅，其实很可爱、啊。哦，我喜欢，可是我觉得他就那个刷牙那个，我攒刷牙干嘛啦？我看我也不刷啦，怎样？我刷牙有想不刷怎样？很想看，我真的不刷啦。照起来看一下，哦，那个牙菌已经超多了。我为了要抓那个，我把我舌苔刷到，我跟你讲，哇，刷成白色的，整个牙刷变白色的，对啊，舌头刷到褪色。哎、欸、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。反正就是他介绍完之后，就马上再出一个宝可梦 DOTA。来看下图片，叫什么 Unity？Unity， 它 Unite 的。对啊，哦，你不觉得这场地非常的眼熟吗？对啊，你不觉得场地很像某一个什么、欸、什么游戏的某一个模式被拿掉之后放到这边来吗？没有啦，你是说水晶？你说有一点扭曲的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应该是有一点水晶的那个吧？水晶，你记得吗？就是大家有5个要去抢，对啊，然后转一圈，转满之后就加分。就是我超远用艾希班的阿里达斯，对对对对对，抢水晶哇！我怎么不记得抢水晶？水晶之痕啊！哦、oh, ，对啊，也是圆圈呐、啊，啊，你要站在，它是椭圆形呐、啊，我觉得那稍微椭圆的水晶，对啊，扭曲水晶啊也可以啊，你们不要变成这个世界这么狭隘的玩家好不好、啊？水晶森林啊，怎么样、啊？对不对？你看这个，反正现在有技能的射击游戏就是在抄袭 TF2 啊，对啊，有差吗？是小火龙还大字爆炎，这个跟那个差在哪里？哪一个？跟那个啊，那叫什么？那叫什么？都传说火人差在哪里？火人，他不是要，还不是要喷火？你不要变得这么视野视野这么狭窄，对，这么我只看得到火人好不好？他一定会出个蓝色 skin。你说火人？对啊，你说 LL 火人吗？我说小火龙会出个蓝色 skin， 布兰德。小火龙休息的时候按那个跳过去，有一个火在地上，然后吐一块火在那跳。好，你多后你出一个摩托凯撒 skin。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啦。因为他可以出那个，还有会出 Switch， 哦，哦对了，还有 Switch，、哦、还有 Switch 版本、哦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 Switch 现在上面 MOBA 就只有那个传说，对，还有那个好像什么 Vanglory 哦，很早最早以前那个手游 MOBA 好像可以玩，哦、但是我觉得不知道，我不想玩。那要我选一款手游 MOBA， 我宁愿选择我喜欢的 ID 宝可梦 ID， 而且它这个是它有点比较像是那种、嗯、也是你说的没错，就是音霸或者是干嘛，就是战水晶跟战点叫人的那种。嗯嗯。可是我不喜欢这个、欸，我觉得不喜欢这样，对，我就说对战推塔就好了。哦，可是他抢东西，我就战点这个，我觉得很烦。没有站点会减缓一些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可以让一些起的这个责任心，对啊对啊，可以让一些技术不好的人还是对对对，还是可以觉得有事情可以做，对对对对对，或者是他战略很好，就是哎哎这个时间点我们就是应该去那边把那只风速狗给抢下来，对对对，风速狗加五分，对对，那个这就是要去把人把那个雷克萨把那个人，太多了啦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这样子，好，那个阿里的不是那个九尾的。我觉得还不错啦，所以我觉得值得期待啦，就是觉得说反正一定很多人会骂嘛，但是
这没办法，就玩玩看嘛，就玩玩看嘛，反正不喜欢那就不要玩嘛，对，砍掉，又没收你钱，对啊，平分一分，说烂中之什么都可以，可以嘛，你这个时候要再骂什么就再骂嘛，对吧？就不要在面就，就是哎，中之中之哎，干嘛的？然后再盖起来继续打，然后最后盖起来好香，我也香火。那如果真的做的很好玩，那就玩呐、啊，是啊，还肯下来呀、啊，激动鸟，对啊，超多的好不好？超白痴的，出神兽啊！另外一个我也有看到宣传影片。下面一个也是腾讯爸爸出的哦，这个我有看到。越南大作战代号 J， 他有释出那个宣传影片，我们现在看他图片，超级。我们才讨论完说他不会放弃这个点阵，马上是不是就放弃了？就跟你们讲了嘛，我是想说一定放弃了嘛、啊，没有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后，我就跟你说一定放弃了。我已经你们都没有看过这个影片吗？没有，我看过图片。闯关，那你看到你会有点微这样子。因为他连那个在那边那个看报纸那个小兵都肯定要打个十枪，哒他才会死掉。连那个在那边烹饪那些小兵这样子，然后擅长那种投枪枪过去，啊就直接死，开四枪。呀，才死！我想说，现在想每克很难打，是不是？天哪，完蛋了啦！他不如去玩诺克了。我就说一定放弃的啦。这个啊，这个我不行。这个、哎呀，我就觉得很可惜，因为这个他们之前做那些塔防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哦，我就他们做那些塔防跟那种对战，就是有点类似那种什么猫咪大战那种两边送兵那种，啊、我觉得做的还不错、嗯，因为都是把以前那个枪抓出来。我想说，哎，你们懂就知道，玩家看到这个就爽了。嗯、我管你游戏模式是什么这样子。嗯哎 ，boss， 当我没真的完了，这个没了，也不会玩了啦。我觉得就是Marco 新的玩家啦，可以玩一个射击游戏啦。对 ，Ari Phil 还是失败的那个 Phil， 臭骂他们。哦，这个我真的不行，说不了话。来下一个呢？这个消息是《战机少女》系列最新作繁中版消息首度公开。哎呦，还要试一下，哎呦，可爱版本不接了嘞，哎呦，还有可爱版本，赞，不接了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哎呦，近期会推出在这个 PS4 主机上面的《战机少女》系列的最新作《V V V 战机少女》，V V V 三个 V 啊，我靠！它这个距离首款作品呢、啊、已经十多年了，哎呦，真的。然后呢，游戏主打就是以游戏业界为背景，然后玩家操控代表各大主机化身的女神。以及日本游戏厂商为名的美少女伙伴们一起对抗邪恶敌人的 RPG 作品，听起来也太混乱了吧？听起来也太让一些喜欢美少女跟机器人的宅男没有受不了了吧？听起来很同人作，真的 VVV 真的。那这次 VVV 它是这个在一个虚拟界的舞台，然后它是一样有四个女神嘛，嗯，然后它会被召唤到这边，然后呢跟其他的 VTuber 是不是很敢流行呢？跟我们的虚拟的 YouTuber 一起来拯救世界，这样那么厉害。而且他们还说，现在这个作品是确定会中文化，对，确定一定会中文化，然后是预计2020年要上市这样。然后他是说，之前有四位主角嘛，有哎，我们有图片是不是？尼普提奴、罗娃、贝尔。尼普提诺，还有这个布兰，这四个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 VTuber， 应该好像都是就是跟游戏主机有关系。哎呦，谁是谁啊？好好奇，自己感受一下，捏他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呢，这次呢有新增角色是小咪、小优、小优、威斯、利希特。哦，让我来看一下这是什么？我靠，太多人了吧？捏他？对啊，我看不出来。应该是静音跟不要乱讲，危险危险！为什么那个维斯把内裤戴头上？谁？等一下，小樱拿的刀子是琴剑吗？应该是，所以他们都是乐器耶、欸。没有啊，那个镰刀呢？镰刀有贝斯，好像小提琴之类的。真的，那利希特那个是。你其实那个就是那个唢呐啦，随便讲，没有吧？应该是铃之类的吧？我不知道，看不出来、欸。是啦，应该是四个乐器，跟那个笛子一样，我不知道。拿出来甩是四个乐器。反正呢，这次这个四个女神，她们主要是有一种射击的感觉，哎，变射击游戏哦。因为之前都是 RPG 嘛，嗯、对。还有新增的角色、欸，有一个奇力断金，不是奇力跟妙力啊？哪里有？奇力跟妙力是姐妹是？
哦，右下角、哦、还有一个奇力断金，一个妙力断金。妙力断金是什么啦？妙力要干嘛？哦，蓝色跟红色的客家人。哦，小心小心。干嘛？妙力本来就有客家人，不行哦。现在很敏感。反正他战斗就是这一次，这一次是 TPS。嗯，哎，哦，然后呢，哦、那不错，什么子弹有那个反进化反派之心的力量。然后呢，满了还可以做出什么 TKMK Flash， TK 有图片的，有个图啊，关系什么东西 ？TKMK Flash 是什么、啊？怎么好像很好玩 ？TPS 卡这样 ，Come Come Flash， 哈哈哈哈哈 ，Come Come 就是好贵的，好贵的橘子，我看 TKMK，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，好，你说。他体能课，没有啦，不是，他是 T K M K， T K M K， 哎，不是 T， 不是 N K， 是 T K M K， 好不好？秀一下，好，来看一下啊，他可没哭，居然没有这个东西，哇塞，太厉害了，无法解析，无法解析，全新的用词。好啦，反正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 VTuber Action 的图，就是虚拟的这个，哎呦，哦，就是一个动作这样子。哇、哦，好像都是乐器，一个招式，好像都是乐器。如果有一点就是、哦、大家想知道说，因为他好像已经跟非常多的 VTuber 一起合作了，嗯，这么酷。那里面应该有些那个、啊但是，对，但是 VTuber 会怎么样出现在这个游戏里面还不确定。啊哈，那就是各种形式出现，对，有些有说不定只是一句台词。嗯说不定只是一把武器一样，就超有诚意这样子，全部整个全部的建模王都是 VTuber， 这样直接 VTuber 做了一章节这样子，这么好，超猛，所以啊，总之官网很多他们的这个资讯，还有已经合作的，好像已经有几十，哎，有图片，很多还有有一个图片是哇，哦，有看得到，这都是 VTuber 吗？现有的，然后还会再增加，是不是？啊，可能反正现在就已经确定有这种。右下角那个黄黄的是怎样？马铃薯超人，我看看有没有我认识，还真没有，我还真没有。现在 VTuber 怎么这么多、啊？我也没有认识，我都没有追耶、欸，我一个都不知道哎、欸。哇，右边有个紫色的胸部好，还是有人换画风了？我不知道。我喜欢那个海盗姐姐。哎，我知道那个海盗姐姐，但是现在好像很红。你也知道，我有看到过海盗姐姐。海盗姐姐直接大露出，因为我频道有四个，应该是最露出的吧。不一定哦，所以有一些那个根本没穿裤子。第一个一定是最那个啦，那个 C 位太明显了啦，真的。哎，下面那个穿那个睡袍，然后头上有叉叉眼镜那个、啊，那我好像看过，那我好像也看过。那我也看过。初音现在也归类成 VTuber 了，不是？哪有拿初音啊？哦，那个不是，是抱歉，他单马尾而已，没办法，他颜色初音啊，他是那个 Tiffany 绿机器人啊。哦，你说有点差，有点差，好吧，反正就是不错嘛。OK， 就是这样。然后还有多一个 Beat Tick 模式，它是游戏中获得的装饰品，可以装备在这个模式的角色身上，然后进行华丽的表演。然后就是特别一个小，怎么讲？就是会变成会变个舞台呢，变成一个模式，你会变成这个舞台在 Beat Tick， Beat Tick， 哎呀，跳跳舞那个键盘不是、啊、那个手把、啊、哦。这跳跳舞之后衣服会越来越少哦。哦，它就是你刚刚认真注意的那个啊，对对对，应该就是你。他就是刚拿那个竖琴嘛，竖琴。我刚认成精英那个嘛，就是拿那个大剑的，对，是啊、就是拿钢琴键的那个。OK， 还不错嘛。Yeah， 是啊。模式也很多。是的，总之呢，之后会有这个中文版。好，大家是确定一定会有版，繁体中文版。然后呢，如果这个大家喜欢这种香的。香的东西的话，其实它应该是香的啦，一定是香的啦。毕竟是没有，如果是有些人，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专门追 VTuber 的，他就会知道说他看到什么跟什么 VTuber 跟什么 VTuber 一起合作玩游戏，就会觉得很兴奋啊。他看到这个游戏直接快爽到中风，真的是射了，因为是 TPS 好射，对对 TPS， 什么都拿出来射了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好了，这个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上一周呢，我们的《幻想大陆战记：卢纳基亚传说》的势力角色投票的抽奖得奖名单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。哎呦 ，OK， 这个是我们现在要抽、哦，我们现在要抽，我们要从这里面抽。好。那怎么抽比较好嘞？我们就直接选数字哦。
可是数字不是已经写出来了？二到七七五，你选一个数字跟我讲。哦，选二到七七五是不是？那我先选。好，我先选出是 A 赏哦 ，Switch 哦。所以你说了这个，他就中了。我说了，他就中了。哦，这么凶啊！我说了，他就中 Switch， 对不对？二到七七五。那我要说了，二到七七五哦，我选，我要选了，我要选了，那就686。686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林圈汉，林圈汉，高雄林圈汉，好爽啊！恭喜，缺货哎、欸，好爽啊！哦哟，有 Switch， 漂亮啊 ，Switch， 可以，下一个是，我选是，你要选三个数字，它是 B 赏。他可以拿到健身环，我选三组数字，是不是？对对，那就重复的不要选，那就二号，可以是775号，哇，一个一个来好了。二号郭圈惠，台北郭圈惠，恭喜你健身环啊！台北郭圈惠感觉很多哎、欸，台北感觉很多的郭圈惠，恭喜郭圈惠，喂，下一个775，哦，直接选头尾号，我直接选头尾了。新北陈圈真。恭喜！哦，陈圈真，健身圈呐、啊！我还有跟你名字中间一样啊！我再选一个这两个数字中间的数字。好，是多少啊？不要算那么久，快点！第一趴超时，380号，380号，差不多吧？是吧？恭喜彰化的谢圈中啊！谢圈中啊！你中啦！中啊！你中啊！中！咦，你中了！中！你中啦！再来，这名字取得真好，真重，真重。卤蛋也要选三个数字，是特别赏的得主会拿到声优签名版呢。哇，签名版呢？哇，包的好好的，我可不敢拆开哦，我可不敢怠慢呐、啊。拿好了，哎呦，哎、欸，还可爱哟、哦，哎呦，我、哦、这包的真的很完美了，这个可以好可爱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选出。来，我们连续三个连号，111。真的假的？你要连号、啊？连号啊！你看，哎、啊、哎，云林的吕全勇，吕全勇中啦！勇哥，好二二二，哦哦，吕全勇没了，吕全勇被消除了，完了，全选了，全部都要被消除了，完了，有了，新北红圈城，是啊，333，我有。两位数的人直接哭出来。宜兰蔡圈杰，恭喜恭喜！可以。好，之后呢，我们等一下呢，会在这个我们先秀一下 C 赏、D 赏的奖品。C 赏的，好，就是也是上次那个幻想大陆战舰那个嘛，没错，挂符跟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挂轴，然后还有这个海报，而这个海报是特殊材质的，很好的。OK， 忍族姐姐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休息时间因为比较多啦，有很多这个名额嘛，好像十几个这样子，没错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时间呢，我们会把数字写起来，然后呢，我们一次公布这样子，没有错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周边的字卡。是的，我们的这个 PC Home 的卖场就在这边，周边商品都可以在这边买到哦。赞哦，赞哦！再来是我们的赞助活动字卡，大家所赞助的金额会作为我们节目游戏竞赛的奖品，奖品会帮你们署名。然后呢，我们节目的制作加赛金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没有错哦，支持。好的，我们第一趴就到这里了。我们等一下呢会要来玩游戏，而且会跟我们的水央水央一起游。水央水央，先进广告休息5分钟。